建功福祥的太富贵寿，今年办毕业典礼，全教师生屯山区的阿公阿婆，大家恭贺高中的提前过五一节，毕业生也用摄像机记录给家乡的人事物，留下珍贵的纪念。等一下，这个不要给它跑出来，对不对？要把它塞进去，来，手这样好。用力塞，然后这里，太富贵寿，全教三十人的小朋友，第三期苏婆八妹的天数下，后辈用的特种的，从天用中、技中、阿婆和特别准皮的扮装，而本小朋友是可纳。也该啊吼，又吹鼓啦，哎，又响鼓啦，啊，又煮肉啊哈，还有哎该哈音啦哈，还有的又不用剃头，还有的呢，还有不用该那个栗子啊。今年太富贵寿有七个毕业生，在毕业典礼上见到热情的跳舞，感谢先生按当年来的制度。我见到没有摄像机，特别三期地图的录音家，还有沃卡的生活点滴。因为阿嬷已经92岁了，然后刚好可以拍下阿嬷脸上的岁月。阿祖。中国的技术无像安尼安落个啊，唔要中国的技术，伊太乖啊，真乖啊。这就是麝香猪，然后它就生了很多胎之后，就发觉他们看到人就很害怕的看着，我就拿起相机就拍，然后全部都看着镜头。三期的阿公阿婆同四年的分享的影像成果，一群毕业生在变做长少年的，也调用自家的观察来摄来记录家乡。在失踪的个时节，学校同三期的装备互通一边都行较好诶。下个新闻，中国县法联报道。